大家好，我是蒙特利尔的房地产经纪杨科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来看一个我的新的房源。这套房子呢，位于蒙特利尔市的南岸博萨克的 L 区，它是一个跃层的公寓，三个卧室，两个卫生间，带一个独立的车库。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。如果大家想在蒙特利尔购房置业，可以扫描视频后方的二维码来添加我的微信和我联系，了解更多房产信息。谢谢。